翁阿嬷。高手组新成员许于杰今年18岁，年纪轻轻的他比赛经验丰富，国小时就曾报名电视歌唱节目，因为他有一颗超级热爱唱歌的心，即使紧专课业繁忙仍不忘持续追梦，如今抓住良机挑战更高阶的歌唱舞台，盼望有朝一日能够实现心中的歌手梦。佳琪姐好，你好，平生。